又会凋零又会伤。对对对，要有灭火器才可以，没有灭火器不行。那个很烧，不要碰到哦。我就看到那个怪，直接拿枪，拿枪打。哎，苦力怕，苦力怕。没事没事，他在看那个。退退退，不要！不要！退！苦力怕他会锁敌，所以他没有看你就，他看你就不要过来。没事没事，知道，以后知道怎么打。OK， 稳。一直有那药水瓶，楼梯有火，所以楼梯没办法好好下去了。对，对，你们看有没有打到就是灭火器？有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有就，没有。对，没事，我们还有后门可以走。没错，哎，那个他们自己也会踩到那个烧。怪物来袭哦！他们放怪，枪！不要忘了用枪。枪！对，露米，你血很少，你要吃。是，禁止奔跑，退开，让队友去弄。OK。啊，记得武器也要磨刀哦。然后随时吃饱饱，吃饱饱。方便哦，他们踩楼梯会烧起来，然后边烧。哎，有猪。对，所以这也是帮助。猪，它不能奔跑。哎呦！不能跑。后面有史莱姆哦，你非常新屁股。啊！小智要打掉哦。哎呦！解决！没事。Nice！可惜。小心！升个装。我觉得他是烧死了，他烧死了。那就给他烧死，这样最赚了。这边有很多人的经验，可是没有人可以过去捡。哎，没事。有你好，都怪我，辛苦了吧？活着最重要，活着最重要，不能奔跑哦，记得哦。有。现在是不能跑。怪物又来了，他们招那个很讨厌的。用枪。用枪。小心那个，用枪就对了。哎，他接少两个。推开，吃。对，吃起来。他会凋零，然后又会烧，所以你不能太靠近。没错。土里那边很多，那个不要被土里的。啊，小心。后面又有。哎，然后电箱好像没有更换呢，还是没开到。好神秘哦，露米，你都还没升装哦，你没经验吗？那你给我换装。哎，你拖给我，给你。哎，快！你都太慢了，直接 Q 就可以了。是，有，耶！今天都是老师穿的衣服。有木板了？木板不是给我，你给我干嘛？那我给露米借过，我16个木板，我借过你丢给我，然后叫我借过你，这个尊重哦。你丢到我脸上，然后说你为什么不借过？哦，现在是这样，哎，小心。有了，偷吃，有 ，nice。小心。所以灭火还是没有，比较可惜。算了，没办法盯了。他就是撞你，然后你会凋零，然后他死了会在地板燃烧，很过分。太麻烦了。哇，真的是以后玩这需要玩这张的话，可能就需要那个了，灭火器。空间太小了。哎呦呦呦，要更换了。换电箱。现在才5分钟哦，时间怎么过那么慢？下面超多怪物的。对，小心哦、喔！我们可以后门先出来，因为等下电箱换了。我殴他，哎呦！要干掉！看他要换哪里？还好。应该是大门啊，一楼厨房。怪物来袭！他们又糟了！可以用枪，善用枪，注意血，有问题就干嘛止痛药。好，这样有，越过火出去。哎，
哇，这个火真的是有够烦。对对对对对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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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前面有两只，我直接。这边你在看什么？我想要偷。这个好玩啊！递不上去啊，有那一块。瞬移的怎么不见了？瞬移的家。瞬移的。杀掉吗？这超烦的。加速哎！哎，他好猛啊！哎，我帮大家补个血。太痛了，太痛了。有点多。那是鬼吧？那怪。slime slime。凋零跟火很简很烦。哎。走开！冲史莱姆，冲史莱姆。然后给他去烧，给他去烧。OK OK OK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装备记得摇身哦，我身抗火了，生气。哎，对了，我身抗火就很有用哎。你可以每一个装备都身抗火衣。哦，还行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目前只打了一次。还记得他有一个是那个、哦、受伤，就是看会看你的受伤值，所以尽量不要受伤也是一个方式。哦，你说怪物会追踪吗？不是啦，我说最后分数计算呐、啊。哦，我以为是。所以不要被打到也是很重要啊。哦，糟糕！米菲小心屁股。哎呦！有新人，怪物来袭！怪物来袭！他们的。喂，没事没事。他们都被烧啦，所以他们过来都其实血不多了。你就等他，等他看到被烧了就后退。这样听起来好像蛮赚的。对，等到他们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烧的遍体鳞伤。哇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很不错哎、欸。对，所以烧的就可以。不用特别管，让他多烧烧。嗯，有没有打超多下，变成只要打一下，赚。没错没错，赚。嗯。有木木再给你木板。我没地方定了。找一下找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他们放毒，他们放毒。小心小心小心。梦娜要吃哦，梦娜要吃哦，那个很毒。他放还放炸药哦，陷阱哦。但是我都没挂。我们打完啦，我们努力。哇！我去。去外面放一些火了。我说去外面放个烟火。对，差不多。有有有，很多很多。太轻易，太惬意了吧？哎，小心怪哦，小心怪哦。巨人。一堆铁巨人哦，铁巨人走很慢，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打。一定可以绕开了。就脚断用那个甲板，用甲板。哎呀，我用我的。哦。后面后面后面，小心，没事，好。还有还有，小心哦。啊！又要踩我！完了，我脚又断了。哎，有斧头怪哦，斧头怪要那个哦，直接用枪，直接用枪，直接用枪，不要犹豫，犹豫就会败北。投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电箱又要更换喽、啊。你们有多的甲板吗？捡到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甲板我有，你过来。我给你七个，我给你七个。太多了吧？你太多了。你没吸到，你没吸到，来自己再去吸。小心后面哦！啊，哇，啊，我在二楼哎！哇，你有点无敌耶！我好像可以在这里耶！我觉得你可以先在那里一下。你那里感觉比较安全哎。不是你那里绝对不可能受到伤害啊！这里好完美哦！你无敌了！哇，超棒的这里！
哦，我们就偶尔出来看看露米，祭拜一下。哎，有怪有怪哦，这个只能用近战哦，这只能用近战，但他走得慢，所以可以慢慢打。哦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我放一下，我跟后面的玩一下。嗨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很棒很棒很棒，他还锁敌你，哦 ，nice nice nice， 无敌了无敌了无敌了，你就在那里，我们，来孟娜孟娜出来祭拜一下祭拜一下，拜一下，对对，拜一下我们的女神，她还保佑我们。完了，怎么了？赢了赢了赢了，你这绝对无敌了，无敌了吧？对，啊。我不该下去呢。你别，你别，你在那里很强。没错，没错。嗯，他们弄不到你啊，真的。来哦，哎，孟娜裤子脚脚深哦，你等级够吗？不够的。哎，又来又来又来，那个那个，开枪开枪开枪！坏东西，我那坏东西，我这样丢不到你坏东西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就在上面，你就在上面。可以吗？我丢火烧它了，烧它了。你等下又让我们更烧。孟娜先吃饱，孟娜先吃饱。来，孟娜，裤子跟脚脚我跟你换，裤子脚脚。哎、欸，墙后面有铁巨人。好。还追孟娜的。我可以当天眼兵，对不对？无敌了。我都说你那个肯定无敌了。完美，还有一只哦。来了。孟娜后面是铁巨人哦。哎呀！小心小心！哎、欸，那个，那开枪，那开枪，那开枪，开枪，然后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铁巨人慢慢来，铁巨人慢慢来，铁巨人冲撞我！对对对，所以那个枪随时要填满，然后他一来就直接蹦蹦蹦。米菲，你补血，你先补完血，你补完血，你补完血，你血很少，血很少，不要打。对，那就不要过去，去安全的地方。你刚刚只有四滴，很可怕、啊，会害怕、啊。绝魔刀石吗？楼上可以丢物资哦。你还没补完血，你六滴，你有没有在吃牛排？你要吃牛排。我在吃，他吃满了。啊，血少要先吃牛排，因为牛排才会补得多。好好。嗯。你有被孟娜有甲板后？我没有啊，我已经夹过了。你夹过了，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孟娜。好疼哦！这里有四个，四个。当你了。哇，为什么你这么多？我不知道。我一直打到甲板。哎、欸，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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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接毙了他们。哎呦，毙毙毙毙毙毙！喵喵喵！来杀！丢到顶楼吗？你。这里都是火，哎、欸，你可以这边有丢散弹子弹呢、啊。后面后面这里这里的，你先丢一点点看看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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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、对 ，nice。空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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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谁散弹？空投，空投，缺空投吗？你们谁还不散弹子弹不到一组的谁？啊，来啦来啦！我分你一半，32个，32个。孟娜子弹够吗？孟娜。止痛药，止痛药需要吗？止痛药你没关系，你先留着一下。哎、欸，怪物来，怪物来哦！我直接清，我直接清，那个太烦了，这太烦了，这太烦了。嗯，没有那个吗？医疗箱？没有。没有好。哎、欸，有吗？医疗兵有吗？医疗兵没有，医疗兵有绷带，还不是医疗兵，他天眼兵。哦，我丢了绷带下去了。绷带，绷带。你飞或梦在哪？绷带就是直接补血的，所以你血少的时候可以直接克他。要跟我分享。你飞，我所有子弹都掉下去了、欸，不小心的。哎、欸，有女巫，女巫，女巫要近战哦，女巫要近战哦，小心女巫，女巫会被烧，所以很 OK。嗯、电箱都准备换了，我们先相聚。你被毒，你被毒，你赶快吃吃吃。对对对，我吃我吃我吃。你的同类啊，你的同类啊，你的同类！哇，厨房，厨房，厨房，你们先别来哦，里面有两只，我打进去。